假如小妖统一大荒，把四个全取了，对锦皇冠昨晚的表现很满意。上午，裴苍一休治理大荒。这地图有什么好看的？苍一休明显吃醋了。笼中之鸟和飞鸟投林，你要是王叔，你选哪个？看朕把他哄好。那我自然是把你这只小小鸟困在笼子里了。哄好了。让他继续为朕打工。中午，陪赤水纯儿玩桌游。纯儿清澈阳光，十分可爱。别说了，玩游戏从来没让过朕，总能带给朕惊喜。我还有个事情要办，要不要玩？玩就玩，吃饭去。下午。陪刘世兰锻炼身体。你是想试了前面那株松树吗？兰儿不仅长得俊，小嘴也特别翘。鲜花送美人，花是丑了点，重在心。这一下午把朕迷的。用力平衡。柳世兰这小少蹄子，边攻得反，下剑从容，前推后走。你在暗示朕什么？攻满虚成，差点没把持住。什么感觉？心动的感觉。晚上，裴锦缓缓陶冶情操，缓缓还是这么娇羞，缓缓还是这么贴心。既然如此，今晚还是你侍寝吧。论身材，其他人都是晚晚累请。